唯有可以战胜自己的人，才是人生之中最好的战士。有位年轻人想学禅，找到了一位著名的禅师，禅师开导他，开导了很长时间，年轻人都是找不到入门的路径。于是禅师端起茶壶，朝年轻人面前的碗里面倒茶，茶碗已经斟满了，禅师还在不停地倒。年轻人终于忍不住地提醒说，师傅不要倒了，杯茶已经装不倒了。禅师这个时候才停住手，慢悠悠地说，是啊，装不倒了，你亦都是这样，要想学到禅的奥妙，就必须将头脑腾出空间，将充实其中的幻象和杂念清除。听了这番说话，年轻人当下大悟。